吃完螃蟹完全心满意足，我们来吃一下饼。因为这个市场其实在双溪来说算是蛮有名的，因为我自己蛮常在这边骑脚踏车，然后脚踏车骑完之后我们都会来市场觅食。然后这个冰店它是很有名，生意超好，我的伙伴已经在点菜了。啥？你看到什么好吃的吗？他们的菜单呢，虽然你看起来非常多，不过呢很简单，其实就有自己配的跟配好的，还有这里的大家推荐的这种综合系列，你可以选综合的冰啊，综合豆花，综合是不用选料的，我一下所有电影加油的配料全部都加进去。真的？这里最多人点这个花生红豆雪花冰哦，他们两个只差五块，这个有红豆啊。哎呀呀呀呀呀呀！谢谢你告诉我，那我要这个。OK， 点好了。好的。你知道吗？刚刚这个冰有吓到我，因为刚不是搅散嘛，然后我刚忘记里面有几种料，我刚仔细一看，这里面有12种料，超多，而且选择困难的人没加，综合豆花就是里面全部都有，全加12个，全部加进去。哎，这12种其实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会喜欢、一定必点的东西，就是花生嘛，然后仙草、仙草、珍珠、红豆，还有薏仁，就是大家会喜欢的料，基本上全部都在里面。对，而且60哎，60块，超扯，还有豆花。60块，我的这个是刚才好险，老板很好，他告诉我加5块，升级成红豆的花生冰，然后它基底是花生的哦，花生的雪花冰。哎，我发现其实这边还蛮好玩的耶，因为这里离双溪火车站其实蛮近的，用走路其实是可以慢慢晃的距离。然后大家来这边玩的时候，其实也入秋了，凉凉的，走起来也很舒服。我自己最喜欢除了脚踏车之外，其实我觉得来这边爬山也不错。像我自己很喜欢去，我刚刚看到超多人在爬山，后面有个叫淡蓝古道，我自己好喜欢去那边露营。你知道那边水它就浅浅的，可能就到你的小腿肚而已，然后那个河里面干净到里面全部都是鱼。那看得到螃蟹吗？很要潜下去看，但是你只要稍微面包啊什么东西一丢下去，那鱼就啪啪啪啪啪啪，超多的。好大自然的生活，这边就是很棒，很天然，很接近大自然。我跟你讲，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说营养三明治？对啊。怎么了？你知道我是七堵人哎，七堵人营养三明治在我心中，我跟你讲，我也是。你有认证嘛？对不对？在我心目中是第一名。对，真的是哇，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就是那个怀念的味道。到那个老板面前讲一次给他听。你好。他就是这个人。OK。挑战你，这个人这么帅。你好会说话，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等一下，他说他是基隆人呐，我是七堵人。他说那个三明治家传很出名，就是面包是我们自己就本身就会做，因为你们本来就面包店，我们本来就是面包店。然后我想说，哎，那如果用这个面包来做营养三明治的面包，应该还不错。呵，来，阿文，那你来看一下，来，你看，我觉得它的面包就比七堵还大条哦，这样子长。七堵的，七堵这个庙口在这边，七堵在这边，然后双溪是在这边。哎呦，像双溪目前是最大条的哦。因为我觉得营养三明治啊，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那个面包。你看它的面包，然后蛋也自己卤的哈，然后火腿啊、小黄瓜该有的基本上都有。哦，卤蛋是用那个我们双溪在地的有机茶园的蛋。你看七堵嘞，七堵也是每天早上起来现卤的啊。来，原味，哎呦，真的哈。山药的差别就是有加山药，分量感就有，对，然后还有玉米，真的有比较大条。好，我觉得首先面包皮，哎，不一样哎，不一样，这个的味道再中式一点点，那个是那种传统的中式的面包店会做出来的面包，然后稍微把它炸过，它上面没有那么放那么多，七堵会放很多那种碎碎的，炸起来会比较像有面包粉的那种口感，但它这个没有，你像面包单吃也是香的哦，而且因为我点的是那个双溪的三宝，我的这个是山药口味的，它卤蛋的蛋黄好湿润哦，每一条三明治起来最重要就是油那个油脂也要鼓，你们也可以拍我这个油也是，来拍，你来拍，你看第一个是油有没有清澈，然后再来是说我们面包丢下去它会不会起泡沫。老板，外面这个龙队，这是你的客人吗？还是怎么样？这是我们龙队双溪高中双溪之光龙队，龙队。
的吗？对呀，对呀，对呀。好啊，下个崔伟来哦。我很想要学，就是啊，这样子跳过去，这样子跳过去的那个。那你想要拿哪个？我要当你。你可以教我怎么拿？旋跳。好，正跳就好。这样，慢的哦。这只手在这里。哦。啊，我等一下就往前甩跳过去，对不对？你要跟着前面。好 ，Ready Go。龙龙没怎么样，龙龙没怎么样，龙的警察，看起来，那我来，那我来，这样好难哦，怎么样？怎么样？好，预备 ，Go！ 哎，算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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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看表演就好了啦。根本跳不过去，看不起我，你看现在顶上去才知道，很难，对不对？你连跳都没跳，不是，怎么这么顺利就打结啊？哎，我们再看一次你们怎么跳。好。龙头很重要，2.5公斤。哦，好轻松自在哦。好香哦！有人在偷吃，是谁？好吃吗？你吃了什么？哦，这是猪肝呢。哎，我们双溪的黑猪肉猪肝哦，双溪的黑猪肉超有名。哎，你这个猪肝很厚呢，可能是我切的那一块。你切的，哇，好嫩哦！是有特别选过吗？嗯，没有。怎么可以？没有，完全没有一点点那种筋膜。对，应该是我家老公他有在处理的时候，他就比较好嫩。而且你家老公吃很辣呢。嗯，我吃辣。你哦，你吃很辣，这很辣，难怪我九九。远远的过来就觉得哦不行，这里在干嘛？这个老板娘爆香的味道，哇，整条街都闻得到哎，很香哎。你这个一盘好大盘哦，这正常的分量吗？一小份一小份哦。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现炒出来也非常好吃哎。对对。然后这样也很好吃哎。但是我听说老板娘你们好像本业是卖牛肉面嘛，对不对？对对对。哦。2019年这样。啊哈。再早一点是我父母开的，他本来是在市场里面。嗯。市场里面不是有一个？放那个脚踏车的，对，小搭的那一种豆包，现炸出来的豆包，哎，这个豆包真的是金黄色哎。我想要那个辣椒，我想试试看。李娜，你觉得我要加多少？全部，全部，一口塞，你不要骗我，我吃你就要吃哦。我当评审哈，看你们两个脸谁先抽动来。哎，不要骗叔叔。一二三，哇，快了。对，哎，你把辣椒都弄掉。这个哥哥吼爱骗人呐、啊。好，这样子，这样可以，这样亮。不辣吗？他这样子一点就不辣。这是什么？一点就不辣。辣吗？真的不辣。真的不辣。香，对不对？你们两个是想骗我。香。然后还有那个一点菜脯的咸，我觉得很好吃哎。它的辣是后面。后面后劲，后劲很强。我觉得老板娘你的辣都是后劲，像那个猪肝也是，到最后面吃完之后才觉得啊，那个辣的散发出来，这个真的受不了。嗯，豆包，老板谢谢。豆包，豆包，豆包，豆包。老板刚刚讲的这个很厉害的水饺，韭菜水饺，然后里面包的是黑猪肉，好，红烧拌金蛋肉的牛肉面，还有听说他们家牛肉面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红烧牛肉面居然没有加酱油。它这个颜色是没有酱油的。哦，老板，那这个颜色为什么可以这么深？因为这个颜色是用糖水就比较就是去调整。糖水？哦，你只是取它的糖色，是不是？哎，这个炒的功夫很厉害，因为你只要一过头了就欧一呀，然后不够又没有颜色。哦，你说这个糖如果炒过头的话就没有颜色，味道也会跑掉嘛？
会变苦，所以呢要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且你这个哇，这是牛筋，而且你晶莹剔透，哎，哦，它会透光，哎，好夸张哦。而且你们家本来就是最早是在卖牛肉嘛，所以你们挑选牛的部位都非常厉害。嗯，哎，好吃，哎，真的耶，它没有那个导游有时候用红烧稍微不容易会有吸感或太咸，它是清甜的，然后面也是煮的恰到好处。好吧，我觉得你的水饺可能要再加点10颗。嗯，好，刷出去哦。 它是很清爽的，把一半吃完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已经把一半吃完了。嗯，不用蘸酱。嗯，真的，因为我刚刚第一口的时候沾了你们这个辣椒酱。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辣椒味道已经把那个水饺味道抢掉了。然后它那个单吃那个水饺是可以吃到蔬菜的甜味跟那个黑猪肉自己散发出来淡淡的一点咸咸的味道，肉香味。嗯，我觉得很好吃哎。对啊，而且。 小菜也是，就是除了它有卖刚刚说的水饺，然后还有牛肉面，然后还有很多的小菜，像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续盘了，对啊，然后还有这个哇，小小杯辣到的猪肝，猪肝，凉拌猪肝，对啊，刚刚因为我们吃到的啊是热乎乎的，刚炒起来的，现在是已经放凉了，其实这个才是老板他们想主打的凉拌猪肝，通常是会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客人来再拿出来嘛，对不对？也不会，就是常温常温。 嗯，我知道为什么你要凉拌了，凉拌后那个猪肝的香气更浓郁。它就是把它整个缩进去。因为我们刚吃热的时候，你只吃得到新香料的辣，还有它的口感。嗯。可是猪肝本身的甘味你吃不到，但凉拌了以后，那个猪肝味好浓哦。而且我觉得凉拌冷掉之后，它那个猪肝一咬进去的时候，反而它会变有点粉粉那种化开的感觉。 对，我好喜欢那个香气，就随之这样带出来。对对对，我喜欢加这个姜丝这样拌在一起，反而没那么辣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的辣真的是每次前面都觉得哦好好吃好吃好吃，后面吗？真的是到外面才跑出来哎。对，真的很过瘾。